来，后边的动作较紧了嘿。哎，各位学员，大家暗晚大家好。未坐呢，大家暗晚大家好。刚刚拢足兴奋迄款型。哎，不过呢，我今日会当一开始的时阵吼，甲大家报告一个真好的消息。咱台湾政府已经决定后礼拜开始正式要求美国将淡水鼻先生送去美国。因为淡水鼻先生啊，是本土台湾人。一个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的总统，中国人绝对足袂舒适的。对陈水扁先生啊，伊感觉讲吼，伊这個人是予因听中国人足闹开的，就是讲足大的侮辱。所以伫即款的情形之下，伊一个军事政府，美国军事政府，你爱来帮忙陈水扁，爱予伊受到公平的审判。这个公平审判，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美国政府爱将陈水扁先生送去伫美国，美国以后会得到呐。啊，两个同时存在。姐姐笑笑，两个全煞去呢。台湾民政府就是照国际战争法。这万国公法的规定，美国军事政府要承认底下帮忙的政府叫做台湾民政府，英语讲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台湾民事政府，台湾的民事政府。美国政府伊伫这个台湾民政府伫遮伫替这个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讲这个民事的代志以外，因为日本天皇很主席是没有他的直接的权利，但是日本天皇的台湾总督府官制还阁存在。台湾总督若存在的时阵，这个下骹就是台湾政府。这是咱经过美国军事政府甲咱讲，你们可以成立台湾民政府啊，这个台湾政府也开始运作。所以各位，我伫这个所在正式甲各位宣布，4月25号，四月二五。好，各位，四月二五上午10点，在华盛顿 DC 的国际记者俱乐部，我们要举办一个国际记者招待会。我们要向全世界正式宣布，台湾政府开始运作。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大家都真欢喜啦。我嘛真欢喜啊，但是你吼，咱拢照所有拢是按照咱的程序一步一步的往前推，咱绝对无偷食波。过去有诶组织讲都爱去革命，若要叫咱革命，你讲你先去死，咱无要死，咱毋免革命，咱毋免提刀，毋免提枪。美国绝对爱开拢导航诶，咱战争是战输伊啦。但是用法律来战争，咱会赢伊呢？所以咱唔免战争。所以我甲各位讲，恁来受训，恁是革命先行者，对不对？对。所以各位爱以革命先行者啊。所以你有讲，哎，有人讲哦，我话你够革命先行啊？有像这少年啊，这很国中还是初中啊？小学？小学啊、哦？要求这小学加小学六年级啊，做大佬呢？后摆吼、哦。伊得到真的是大了，做一世人的台湾政府的官员呢，恁大家拢是大佬呢。伊革命先行者，伊要先来上课啊。后摆伊得到政策，伊是大佬呢。你啊看，即马国民党有真侪大佬有无？民进党嘛真侪大佬啊，即、這个共产党嘛真侪大佬有无？吼、哦，像江泽民啊、邓小平啊，伊拢大佬啊。那小学六年级是大佬啊，大家拍手一下。欸、你不要认为说我在开玩笑呢，我是讲实的呢，因为你是革命先行者啊，你大先做的啊，你先知影的啊，啊，这是有那个
有迄个政治伦理咧，第十二届咧，政治伦理咧。咱现准时到今为止，咱高级班有1800个，啊，初级班咧有才有3000几个。啊，咱即摆现准时，那离开4000位，初级班咧，搁剩啊，超900个都有啊。啊，高级班咧呢，还佫少一半。所以咱若要一半要达到，已经越来越靠近了。所以我是感觉讲，或许在差不多8月份左右啊，这4000名就会达到。问题是咱的身份证即摆有9000名，咱即摆平均一礼拜才有1000个申请。啊，所以若到10000、20000的时阵，过来就真紧啦。2万跳落去4万，4万过过8万，8万过过16万，真紧。啊，我相信讲不一定说一定要41万了，美国才会做，因为即摆美国速度愈来愈紧。叫咱去开会，叫咱去创啥？哎，即马发现讲吼，即召集的人不是干那咱召集呢，伊嘛伫着急呢。啊，中华民国呢，一步一步伫离开台湾，你拢看无？所谓什么马英九的团队、马英九的爱将、贪污呢？你敢捌想到迄个什么人？赖素如贪污？哦，普通时伫电视讲啊足清的有啊。哦，讲啊，伊是足清高的有啊，贪污嘛，这垃圾鬼的这种真侪啦，啊，不是讲伊一个，是还未抓到，搁足侪。我跟你讲，后迄一个迄个花博啊，爱开几百亿的，笑的呢。哇，咱台湾人实在吼足戆的，我想了，咱台湾人足受气的，对的论述无要去听，啊，唔对了，口装，真啊要死较紧，我跟你讲。你若摕到台湾身份证的吼，你绝对不会死，而且美国会保护你。那是美国犯的呢，不是咱做的呢，不是咱创一个工厂来犯的，无呢。所以你咱足清楚的。4月25，咱伫美国的大使馆，而且咱租用国际记者俱乐部。迄毋是讲清清菜菜一样，会当伫遐开会呢？中华民国到今日无开半届会，啊，你咪感觉很奇怪吗？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在国际记者俱乐部开过任何会，为什么？人无要注意啊，伊毋是政府啦，咱台湾政府才是政府啦。美国承认咱台湾政府，敢若咱戆台湾人毋知影讲是咱是台湾政府啦。讲咱诈骗集团，想得足受气。诈骗集团嘛，无要紧，你的165，甲卡去甲问，刑事警察局甲问，伊唔敢甲你讲诈骗集团。迄一天哦，有一个戆嘴的哦，接电话讲哦，这个好像有诈骗，我马上敲电话去甲伊讲，你再讲一摆，你再讲一次看看，都唔敢讲啊呢，喂。美国政府都唔敢讲你是诈骗集团，你敢讲我诈骗集团乱来呢？对不对？所以你别烦恼啦。最近，咱现准是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这两个会同时存在。咱开始为后个月开始，咱开始运作台湾政府的内部的运作。咱在座在受训的这4000名，拢是台湾的基本的高层的公务人员。所以后摆我袂当甲讲，各位袂当甲你叫做台湾，各位同志、各位同心啦，爱叫啥？众将官呐、啊，有你无？众将官听有无？所有可能在座有将军呢，啊，官就大官呢，啊，你免烦恼。人若讲啊，你爱做官，无唔对，我爱做官，我要做官，要解救台湾人，好唔好啊？后壁拢无拍手呢吼，什么意思啊？你无要解救台湾人吗？我甲你，麦克拢无咧。啊，有听无？哦，拍手我夹唔对。啊，无爱较早讲诶。我甲你讲吼，咱台湾政府为开始到今日，才训练两年外来滴。你看看这度的这代志，我们没有一件事情，中华民国敢甲你处罚，也是敢甲你讲你唔对。更别来讲，伊拢比相骗，这唔是
奇怪的现象，这是真正常。中华民国要解散啊，中华民国要结束啊，有的人看无呢？中华民国宣布联勤总部取消，联勤总部为什么要取消？联勤是什么意思？联勤就是军队和后勤的物件拢已经准备啊，表示啥？中华民国为即马开始无部队啊啦，无部队是咱家要求的嘛。你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没有军队啊，你中华民国怎么可以军队有军队呢？对不对？所以伊爱取消掉。联勤取消，宪兵就取消，宪兵取消 ，logo 拢取消，部队的 logo， 迄个高腰，迄个圆圆，迄个啊，拢车咧拢摕得掉啊，这真正常诶。所以各位，我们是政府，我们不是政党，因此咱唔免向台湾人民扣任何啊乐观任何钱。你敢捌看到你即世人长到遮大汉啊？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台独联盟也好，什么党拢无要紧，有甲你无款无？无款一堆啦，因为我嘛捌任得底下钱互因啦。但是即摆干嘛啦？他们都不对了。安怎讲？你伫维持中华民国就是你伫自杀，你台湾人家己伫自杀。你要维持中华民国的性命，就是你的性命要卡底。各位，爱精神啊啦！所以咱的中立写一本册，拄啊印出来，觉醒觉醒。伊定价是300，伊即摆讲要卖200啦。你若有机会，甲买去看，袂歹。啊，新台湾论哦，无会举手我看麦啊。没有新台湾论，甲安尼人两个尔，真正假的？三个。我甲你讲哦，你听我甲你讲，你一定爱买，我无甲你骗。但是哦，你即马500块买就卖掉啊，即马纯精装本的啦，愈卖愈贵。后摆我出一本3000块，我甲你讲，无来假啦。精装本你都爱，因为啥人讲爱买呢？因为你我甲你讲哦，台湾的论述哦，到今日为止啊，已经足清楚的。美国方面甲咱去谈判的啊，拢是照咱的台湾论述来这所写的。是安怎？我敢伫这个所在公开讲，咱为后礼拜开始救阿扁啊！你会当个看，我即马救阿扁啊，要用什么方法？就是用论述，甲美国讲个清楚。中华民国是代替美国军事政府伫台湾占领。中华民国个选举，照道理来讲是袂当靠咱台湾人去选举个。伊也无想着讲，伊本来想讲，伊有18%，伊有军工教人员，啊，遐中国人拢非常的团结。你安怎选，你绝对拢选袂赢伊。伊做梦嘛无想着讲阿扁个选赢，阿扁选赢，坦白讲是拢运气啦。第一摆选举三卡都，你听有无？三个竞选啊，啊就扣着啊。啊，第二摆选举两粒枪子，啊佫扣着啊。不管阿扁会讲，啊，我是选你啊，无你要安怎？所以中国人感觉足大的侮辱，所以伊无甲关了死哦，伊袂甘愿呐。啊，其实伊要甲关了死的消息，咱老早就知影啦。14年前我就知影。啊，但是到即卖呢，咱真正台湾政府要站出来，是因为我们跟美国方面有一些默契。所以为后礼拜开始，咱正式对陈水扁，我不讲伊中华民国总统，我不是对他哦，我是对陈水扁先生本土台湾人伸出援手，好唔啊？所以，今日这节课哈，我都一定要分做两班，我估计哈，到明仔载差不多破300个。啊！若破300吼，搁请电话，搁用视讯的，美国无同意，所以咱就即摆用吼两间教室吼，两间教室来上课。啊，我即摆上课呢，我要用这本恁大拢有啊，你来拍开看麦啊，就是《台湾战争史回顾》，因为这个《台湾战争史回顾》这真要紧，你一定爱读，我要逼你读《台湾战争史回顾》，你看麦啊哈。来，另外呢，我甲各位报告哈。咱若普通时礼拜一到礼拜四，我拢有安排去咱各地、全台湾各州的办公室去演讲。
我去演讲的时阵，我的题目叫做《与秘书长有约》。恁受训以后，咱若每一周，我拢会安排时间，不一定是一礼拜一摆，不一定是两礼拜一摆。我去来去演讲的时阵，暗时七点到九点，伫每一个所在拢同款。所以各位，恁若有时间，一定爱来参加《与秘书长有约》，因为我唔免互你走来遮。我每一摆去的时阵，拢会讲进度，可比讲这礼拜很准时，这个民政府的进度到什么程度，我会去甲恁报告，互恁了解。所以恁若有时间，会当带你的朋友来听。啊，上届重要，你本人一定爱来听。啊，尤其是咱甲这个礼拜的时阵吼，每一期人礼拜，你也看哦，礼拜一到时啊，拢客甲满满满，就是因为咱有真侪东西嘛，真侪学员哦，礼拜。会到时啊，拢会当来听，因为我来报告讲，最近台湾民政府的这个进度到什么所在。所以呢，咱既然是台湾民政府的成员，你就应该爱知影讲，台湾民政府现在是进步到什么时阵、什么所在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吼。啊，我啊，甲各位报告，互各位知影。咱来拍开《台湾战争史回顾》的47篇，这第47篇呢是最近上新出来，这个物件吼是有经历过去，所以呢有经历过，所以我爱看这本啊来读啊，互各位来知影。台湾政府啊，以违法试问呐、啊，就是唯一就是用法律来甲美国、甲日本讨公道，因为你袂当用感情。即马现主席中国中华民国民进党、台独联盟、国民党，拢是用感情的来诉求，感情诉求啊。无可能完成啦，一定要用法律，因为法律是全世界所有的强的国家所做的规定、所做的法律，咱就要照这点来做。所以来各位第一点吼，你来看吼，这是咱本土台湾人要讨回来公道，伫这个国际法的架构内底，以这个原则啊，台湾地位原则。第一点，军事占领袂当移转占领地主权，这非常重要。恁读初级班就去读这点。现在我袂当违反这点呢，就是你改变台湾人的这个语言不对，这是移转我们的主权，袂使。将咱台湾人变作中华民国国籍不对，这是移转主权。所以真侪这方面的违法，这是不对。同时呢，这个咱台湾吼，咱台湾人，尤其是台湾人啊。因为过去68年来啊，受中国国民党的错误的教育啊，到今日为止啊，仍然目睭啊睁未开啦，这拢唔对。第二点呢，国际的变更啊，伫国际法的原则内底吼，应该是每一个人爱符合主动的意愿，家己愿意的，啊，甲这个合法，这三个原则啊，才会当将咱台湾人国籍。来变作以中华民国国籍。其实中华民国在1946年的1月12号，用行政命令将所有的台湾人的国籍变更为中华民国国籍，这是不对的，啊，这是违反战争法。第三点吼，占领国爱承担甲履行保护占领地区人民的性命甲财产的义务，因此呢，不得对占领地的台湾哈、台湾的人民啊，危害人权，以及对占领地人民所既有动产跟不动产侵犯条例的权利、啊、或者是移转所有权、啊、这点中华民国违法的所在，等下我们会读给各位知道。所以我现在这国际班、哦、这几点、哦、您一定要去读，因为我有写这么高雅的东西、哦、您回去一定要最不爱看那两三次啦，在这读里面要很清楚的来了解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读的是什么东西。第四点哈，占领国爱避免人口的移入或者移出占领地区，以改变占领地区的人民组成结构。这是讲台湾中国人，中华民国改移入台湾呐。迄个时候，咱600万的是移入差不多将近200万。后加再讲，遐200万哦，真侪拢是老人呐，不能生育啦，死也死。啊，若无吼，迄200个若拢少年啊吼，惊咱拖呢。600个甲200个夹起来，我怀疑无台湾人啊，好加在因来拢是老啊，较未生较少，所以甲今年2000万的台湾人、300万的中国人还好呢，好加在呢。但是呢，人是生了少啊，因拢占我们的便宜，站在我们的头顶上呢，真济
公家机关你甲看，拢是中国人会当升官，台湾人你较忍耐，你不能升官，而且若甲你要求你无加入国民党啊，他就不给你官做啊，不爱甲你升官，这比比皆是啦。啊，过来第四点哈，第五点哈，这个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而在所流亡所在地啊执行管辖。照道理来讲啊，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流亡，你袂当做台湾的领导者，这不对。啊，所以伊中华民国为因为这点，伊甲你所实施所谓的选举。啊，即嘛甲美国讲，啊，台湾人嘛参加阮啊，啊参加阮啊作为来管啊，啊其实人好康的这些，啊歹康拢着咱，纳税拢咱，资产拢咱，各位。咱台湾人真正会遭受到非常非常不平等的待遇呢。啊，台湾人袂晓讲话啊！我甲人家问，甲美国讲一句话，我祖先拢台湾人，伫公园伫遛狗的拢是中国人，啊，敢有公道？无你嘛讲，你若按照人口比例，嘛四四个比例嘛较差不多咧，敢是？无呢，四个拢中台湾人呢。做企业拢台湾人嘞，扣二兆拢台湾人嘞。啊，你中国人，你捌听讲中国人你扣二兆有无？无呢，我毋捌看到中国人你扣二兆呢。因个财富足好个啊，农民有农民的每一个月的钱几啊万块啊，一万多块啊，破病拢免钱啊。农总你家己看病啊，拢免钱啊，所以伊永远嘛袂死，当年纪较快会死啦。过来，外来流亡中国人啊，政权啊，在日本、台湾占领地啊，曾经发生过违反国际法的案例。我这个经历出来哈，第一，1952年四月二八，旧金山和平条生效以前，诶，这个法律的背景，日本对于原来国土的日本台湾，本来拥有天赋不可移转主权义务。加日本国家主权，但是因为日本战败，也同时被悬置。这有较深啦吼，什么天赋不可移转呐、啊，啊非天赋啊可移转呐、啊，大家回去。所以这段吼，这段我拜托各位吼，恁爱读三摆，啊静下心，啊一段一段一字一字甲看，啊读三摆，你才看有意思。啊，若无你也看无。你唔通讲，大家咧上课，等于啊笑笑，咱等于跩耍去呢。一定爱贪啦！你无贪，你后摆做官你也艰苦啦。你办错事情哦、喔，会变形。我先来讲哦，所以你爱贪哦，好不好？好诶，干么样？你会贪无？会贪个野手？啊好啦，啊若未贪八道钱，我先来讲哈。八道钱是小事啊，变形才是大事。哦，啊我想啊，遮艰苦啊，我来读册都爱讲变形，啊做官都爱变形，哎哟。你们做不到官哈。第一，日本对台湾的非天赋可移转主权权利啊，按照盟军最高统帅一般命令第一号，被移转于蒋介石元帅。可是日本仍然保留台湾的天赋不可移转主权义务，这就是日本天皇，伊有这个土地的主权，但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第一条的米叫 suspend 叫悬置的原因。C 啊，蒋介石元帅派陈仪啊，按照战时盟军分配义务，分配协议啊，以代表来台占领日本征服者美国总统杜鲁门，执行日本台湾的占领。你要看啊，日本天皇伊的土地啊，北方四岛去予苏联占领，主岛哈去予韩国占领，这个台湾琉球。台湾跟这个澎湖，好啥？中华民国这，这是分配占领。这个分配占领就是依照波茨坦宣言，伊当阵因所私下讲的，什么人去占对，什么人去占对，这是分配占领。但是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同时时间也到，爱行。各位，台湾的占领时间已经到了啦，我甲美国讲，已经到了啦，你要还了啦。你讲好啊，我要还你啊，但你台湾准备好未？我快要好了，对不对？再试一下，好了没有？好啊，好的也有没有好的？我讲，您帮忙两个代志，第一叫人来受训，第二身份证，啊，就简单的呢。
我无叫你去夜倒夜穿咧，我无叫你讲你行路去示威咧，我无叫你行街头咧。啊，若你去开汽车会，拢是咱这老先生去开咧，你有足轻松的咧，啊，足简单来上课就得到政权，世间敢有比这较好诶？有啊无？爱有良心啦，真正无啦，对不对？这些人哦，做甲要死。我无食比你较好呢。虽然啦，无唔对啦，今日好较艰苦啦，三百几个，可能即马还卖三百个，但是即比三百几个一定有啦。啊，有诶都赖皮咧，拜五吼，啊我都还卖下班咧啊，啊我塞车啦，我塞到明仔早起才来啦。啊，我一直塞车。哦，我讲台湾人就靠有够济呢，塞车塞到明仔，讲袂叮当个款。厉害呢！哦，有影，他敢明仔载有。哦，好嘞，好啦。哦，咱老欧巴桑甲讲有啦。安尼吼，好啦，他记。安尼我无会讲。好嘞，你算你赢啦。过来，这个啊，这哎第一哈，中国军政府啊，以后的流亡中国国民政府啊，拥有台湾领土占领事实。因而有天赋可移转占领权利，但是没有所衍生的非天赋可移转占领的义务。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日本天皇拥有啊，所以占领军不可以，这个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的意思啦。啊，过来一哈，1951年4月23号，美国顾问团啊，美军顾问团啊，正式进驻台湾，一直到1952年4月27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之前的期间呐、啊，美国军方是以事实顾问，就是美军顾问团的身份呐、啊，和中华民国军方建立伙伴关系。各位哈、哦，美国的军事政府迄当阵是甲中华民国建立关系，虽然哈，到今日为止，美国国务院甲咱台湾是不友好，因为台湾人就是日本人。日本人是跟美国战争的，美国战争跟什么样战？跟美国国务院，啊，美国国务院，所以他对我们不友好。坦白讲，这是合理的啦。啊，不友好嘛，无要紧啊。安怎讲呢？因为咱是跟国防部，所以美国跟咱的国防部和咱的关系非常好，啊，真好。美国国防部和咱真好，但美国国务院啊，跟我们有仇。啥物有仇？轰炸美国的是台湾军呢？台湾的家人，不是家人，那个高雄的军，那个飞机啊，去克拉克基地给他轰炸呢，将伊所有的飞机拢炸掉呢。所以迄当阵，日本啊，伫差不多是1941年以后啊，伫这个东南亚是势如破竹啦。全世界敢若有一个亚洲的国家。去打美国的国家的土地是什么人？是咱呢？咱是啥？咱是日本人呢？咱是日本人，咱是唯一全世界有法度去甲美国相谈呢？啊，你无感觉很荣耀吗？有无？安尼有无？啊，光荣无？拍破咧！你甲美国相谈呢？拄啊开始战赢呀！卖不卖？老板也卖讲了，这波头前见赢，对不对？啊，如何啊？就安尼爽啊，见赢啊！所以两礼拜前，日本队甲中华台北拍野球，咱赢输。较巧啊，骗你袂去，咱赢呢。你卖讲，迄天伫楼卡，迄天拄啊拍这场的拍的时阵哦，咱最后日本人安尼讲一个好猛人有无？安尼赢一分嘛，对不对？啊，日本人那是日本人诶，啊，一个讲起，我讲讲唉声叹气啦，啊，输起啊，哇，小蛋现在他都要他个钱拢摕到，那你赢啦，那哪有？啊呜，那你赢，那你赢，上几波，那你赢，中华台北是咱台湾人做伊个佣兵呢，去替伊拍呢，拍输应该啊，对不对？对啊，拍输应该，你咧烦恼啥？咱拍赢，啊，但讲拍输。哦，我讲台湾人68年的教育登未过啦，真正登未过啦。所以哦，你来修这个高级班，你的头壳爱足清楚的，一定要很清楚。
你袂当讲吼，台湾甲这个中华民国佮夹做伙，你若夹做伙，你就死无人知。我甲你讲，有真侪人讲肥波，你若讲建功，我台湾人提出证明来，你甲你边个朋友，你拿出证明讲你是台湾人，伊提出来无？passport 贴出来，护照贴出来，中华民国 ROC 身份证贴出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连公民都不是。钞票贴出来，中华民国。为头到尾无一个所在讲你是台湾人，无人知啊。建讲就讲伊台湾人，啊你讲啊摕出证明来，你总要拿出证明来，你摕袂出来呢？美国嘛讲几下摆。你台湾人提不出来讲你是台湾人的证明，无你提出来我看。唯一恁提出来啥？户口哎，这个户籍成本，户籍成本无写中华民国，是你写台湾的。迄、那个所在才可以来证明讲你是台湾人呢。美国人甲美国人生的囝绝对是美国人，日本人甲日本人生的囝绝对是日本人，中国人甲中国人生的囝绝对是中国人。竟然咱的老爸老母是日本人，甲日本人生的囝，咱就变中国人。你袂感觉很奇怪吗？教育，我最后跟你讲哈，我是台湾人啊，也是中国人，笑哎。刚才秘书跟你讲哈，我是人也是星星，这你也笑对不对？我是人也是星星，咱人不是星星啊？啊，你中台湾人，咱是中国人，不是啊？咱不是中国人啦、啊，这个观念甲惊转袂过，可怜的。我甲你讲，四月七日，《自由时报》四月七日还袂到啦，免紧张，后礼拜啦。四月七日，《自由时报》四月七三的《联合报》，咱要甲顶半版，要甲美国政府讲，美国应该让陈水扁先生去美国。这边人顶下，咱个理由给写出来。同时呢，咱另外一边个写啥？写美国官方承认台湾民政府跟台湾政府两个文件。这边个写啥？四月二十五号在华盛顿的国际记者俱乐部，我们召开国际会议，宣布台湾政府自今日起开始运作，全世界拢知呢。所以你唔通想讲你是咧受训呢，你是真真正正要变做政府的官员呢。你有没有准备？你无准备，你来遮创啥？你来遮创啥？你有没有准备？较大声的啦，有没有准备？有没有准备？有，对，那么对嘛。爱准备好呢，爱准备好啥？足简单的，卖贪污就好啊嘛。所谓命令，中央啊讲安那，你就安那嘛。你要爱护老百姓，你就爱护老百姓，人民你要爱护啊。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做不到，你千万唔通信国民党你贪污，民进党你贪污。我跟你讲哦，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阵呢，因中华民国因中国人的习性就是贪污嘛，大贪甲小贪两两嘛。所以伊中这个。这个民进党啊，伊无爱放弃选举，就是主要要贪污尔啦。那有啥？就是讲哦，伊做一个什么物件就好起来，迄个有效。我讲你，互你好起来，互你这代好起来，你后代啊后代子孙啊，会变成奴隶的。各位，很简单的事理，就简单，台湾人看无。我真正诚心的希望。咱台湾人一定要认识咱家己台湾的地位，然后呢，在这款地位的基础上面，大家共同合作，将台湾建设为全世界上好的一个国度，安尼好唔好？那中国军事政府犯罪事实如下：中国军事政府就是啥？就是中华民国。一第一，1945年10月25号。本职为中国军事政府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违反法则 A， 这法则 A 哈，我伫咱的网络上有啦哈，你家去看哈。在和平条约尚未签订，而且战争尚未结束之前，片面宣布日本台湾已经归属中华民国，这是在迄当中有够戆哦，你不要看。和平条约都还没签呢，那你怎样讲台湾要有什么人？签以后嘛无乎你中华民国，因为啥呢？不懂，占领也未当移转主权，同时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伫战争法内底规定未当割予人。台湾这个土地是本天皇1945年的4月7日已经实施宪法，和台湾这个土地已经是无法度割让了，这、就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在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规定之下，台湾这个土地是永永远远就是属于日本天皇的，没有办法。所以台湾没有办法独立，独立代表战争，美国跟你讲得很清楚，就是原因在这个所在啦。所以哦，你不能想讲独立足够呢？独立敢有好？你敢想看麦？独立敢有好？独立，台湾独立好，好你独立，马上十波拢去做兵。你独立嘛？你要保卫国家嘛？十波拢做兵。过来买武器，你做兵拢无武器是要创啥？啊，你总不能用空包弹嘛？总不能一人发一支木箭给你嘛？对不对？爱买武器嘛？对不对？爱开钱呢？台湾人叫伊开钱拢无爱，水都要炸啊！要讲开钱，然后过来交税，啊，伊款的国家敢好？绝对无好呢！咱含波多黎各，咱都学袂着。波多黎各，西班牙将波多黎各挂予美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1898年建军，1899年挂予美国，到今日百几年啦，100多年了啦。波多黎各大家都肥肥胖胖啦，安怎讲？伊免做兵啊，什么人甲保护？美国保护啊？为什么美国要保护？美国占领啊？美国若永永久久伫咱遮占领吼，啊照规矩来吼，我嘛希望伊永久来甲咱占领，不要紧。你若无钱就找伊讨啊！这台湾人袂晓甲讨，无要紧，我刷你，搁你做兵，搁你交钱给因，够戆呢，对不对？哎呀，用教育甲你骗啊！哦，保卫国家哦，你拢袂晓想讲啊，保卫哪一个国家？啊，你原来是日本人，啊，保卫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甲日本伫战争呢，你保护你的敌对国呢？啊！你讲你台湾人有笑无？有啊，唔敢讲呢，那唔敢讲，足笑的。我甲你讲，台湾人真足笑的。你莫讲台湾人足笑的，以前我嘛笑，愈高读的愈笑，我那想着就爱笑的。台湾人，台湾人有一个足奇怪的现象啊，就是哦，自我膨胀啊。你看那些独派都这样，每一个都自我膨胀。我不要美国管，好啊，你不要美国管，没你表示你有中国人管吗？我们不喜欢美国，哎，啥？我们不喜欢外来的政权来管。你们来想问我这些土地上的，刚才你讲税处，处置你该处处税，现在收处税的时候，你讲我买你这个处置，敢未使？未使呢，你讲税处呢？不是你的呢，啊不来公道，咱住在这间厝来公道，公道讲这间厝变作咱的，安尼敢会使？你讲我伫讲笑话，我甲你讲，咱过去伫台湾拢是这款笑话，我甲你讲，过去台湾人就是安尼，有看有笑无？讲要公道，两点啦，第一免了公道，这个土地两种人嘛，一种本土台湾人，一种中国人伫咱遮嘛，啊公道要听啥的？第二点。都有处处在那边给公道，这有简单吗？这样台湾问题有简单吗？讲起来没值钱啦，你听了你就知道了，慢慢这样好笑。我跟你说，我现在有时候想想，这点我也有时候笑几波呢，那当初我们读得这么说。
对不对？有讲无？戆的野手。好啦，算你有聪明啦。啊，你即摆拢知影？啊，即摆问题是吼，你的边啊拢唔知影。啊，即摆边啊唔知影，边啊佫甲你塞落去吼。哎、欸，你讲是靠你讲唔知影佫变哪讲啊？你来看吼、哦，哎、欸，我讲这是种完全实在话。咱台湾就一定要地位要正常化、正常化一下，啊，恢复到实际上是上诶，还是上诶？卖骄傲啦！迄间厝是你的，就永远是你的；迄间厝是别人的，是永远别人。你无所有权，你就讲我无所有权，我甲你租嘛，对不对？啊，你假毋是咧？台湾人上爱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啊，谁都无讲的就唔对安尼，唔对啦。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啦、啊，对不对？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啊，啊，像日本天皇的调用嘛，马关条约挂好人去啊嘛。啊，有权利将你台湾这个土地挂给人，表示他有权利能够割嘛，有权利摕这个土地嘛，有租款嘛，啊，有简单无？很简单，但是让人想到想过了复杂啦，想聪明，所以想着就拢糟践去。过来，第二点啊，1946年1月12号在第二页哈，1946年1月12日，中国军政府违反法则 A 跟 B 啊，颁布占领国行政院训令，片面将法理上具有日本国籍身份的本土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各位，其实伊甲你规划的中华民国国籍啊，这有够一个足大的点伫倒呢？台北条约啦，台北条约日本人无代无志，甲伊签台北条约，其中甲伊讲哦。台湾人应该是讲日本台湾人，日本视同目睭看，视同眼睛看到，这台湾人拢是变作中华民国国籍了。但是有规定一点哦，以台北条约内底有规定讲，哪阵双方无要承认的时阵啊，就将将条约给废弃。1971年。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有一个共识，就是将台北条约废弃。啊，我甲日本人讲，啊，你废弃以后，我台湾人应该马上会当恢复做日本天皇国籍啊。这无是无国籍，无唔对，但是这无应该先恢复到日本天皇底下的国籍啊。啊、你日本人你签的你自己不知道吗？所以你好像第一届日台精英在那上课，上课15个日本人个个听到嘴巴都开开了，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我说当你没有听过啊，你们里面就没胆，那胆都破去了，剑拜就破去了。日本人哦，他说这样我们好家在我们来上课，啊，你现在台湾给我们胆生出来，我说你等下要讲，他说好。所以日本人现在只有15个人有胆，其他都没胆。我说实在的，我不是 说笑的、啊、现在呢，安倍晋三3月7日被发表了，他说4月2日，对，就这样和平条约生效日，4月2日日本要恢复主权、哎、主权要恢复了，日本的主权要恢复日啊，哎，主权是什么恢复日？到底北方四岛日本械斗独岛是主岛啦，过来尖阁群岛就钓鱼台啦，啊，个对台湾澎湖呢，啊，大概伊都未记讲台湾，看啊足受气的。我讲安尼好，安尼4月2日，咱来去日本的独卖新闻，甲顶一个半版的广告。我讲迄间甲写啥？台湾主权恢复日，安好无？你拢讲好，啊！你拢无甲我问讲啊，几位对来？我基本上会晓呢哦，因为我们投资呢哦，袂歹哦，歹势我唔敢甲你收，因为我们不募款。你就是要花，我唔敢甲你收，因为我是政府呢，当然嘛是政府啦。哦，咱拢是台湾政府呢，我们不募款，
拢免还钱，有人会出啦？听有无？有人会出来？所以安倍晋三四月二八，伊讲日本，不要问我，我拍摄。安倍晋三讲四月二八，日本日本的主权恢复日，我讲四月二八，台湾主权恢复日，该打对台。啊，台湾，咱若打对台，咱较赢呢。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啊，伊是日本天皇的国民，拍摄哦，臣民较赢。安尼好无？真好，我甲你讲。愈来愈注意啊！我有当想讲吼，这个亚洲的这个国家这个变化吼，尤其咱台湾政府哦，你唔通看咱这咧上课呢？中国共产党是拢话对咱这咧上课拢咧看呢，咱上偌济课？二十几万人咧看呢，二十几万人呢。啊，过来，恁可能有人看网络，你就知影吼。网络 LAD 开迄个华理志工团咧开会阵啊。美国华盛顿 DC 有派人伫来这参加呢，啊，迄人讲啥呢？伊讲伊有来咱家甲咱参加，迄人伊落尾相片唔敢出来，安怎讲呢？因为伊甲咱讲相片唔通摄出来。我甲各位讲，咱为上课初级班甲高级班，每一摆，唔是讲每一摆啦，差不多已经有三摆，美国拢有派人坐伫后边参加呢。伊嘛同款，咱安尼同款，伊嘛交钱，伊嘛困伫家呢。伊等于安那下报告，你知道？因为我们非常惊讶，台湾民政府的上课的次序非常非常优良。他们很惊讶，台湾民政府竟然能够这样的井然有序的建构他的台湾主权。那有搞无？